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收听《国度新闻周报》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节目。在这个礼拜，我们特别要来讨论关于明年我们国家的总统大选。我们真的渴望借着这一次总统大选，我们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，带领着我们的国家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。邀请你来一起关心国家大事。